那我们今天讲什么呢？讲我们的猫冬啊！我们一说猫冬啊，冬天来了，都猫冬了。你说为什么我们都说这猫冬呢？你看我们这这么多猫啊，猫冬怎么不说狗冬呢？这事儿有意思啊！这猫对温度的变化比狗敏感，猫特别怕冷。你别看它一身毛啊，你看它浑身都是毛，但特怕冷。你像我们那花蓉绒呢，这会儿没来，花蓉绒大长毛。 它也怕冷、嗯，那王清胜就更怕了。王清胜是一短毛猫,猫嘛？这个狗的基因跟猫的基因是不一样的，因为狗是从北方来的，来一头来自北方的狼，猫哪来的？猫是南方啊，埃及从非洲那边来的，所以它最初的基因是从热带地区来的，也怕冷。你看猫有多怕冷啊？ 家里哪儿暖和，它上哪儿去啊？你比如你家里有人看电视，你电视上暖和吧？那电视都关了，那猫还趴在上面呢，那暖和。要不然就趴暖气上，是吧？你看这个，一到这会儿啊，天一冷了啊，这个流浪猫啊没地儿去。流浪猫没地儿去去哪儿呢？就去这个发动机上啊，有的车人家。 开车回家，把车往门口一停，这车是热的，发动机那热能热很长时间啊。那猫就上去找个地儿一趴。所以以后啊，我们提示大家一句，就是家里有车的，发动车的时候呢，一定不要着急，让车发动一会儿再开车。注意，一定要注意这些取暖的猫。我们。 这个注意一下猫啊，这屋里是暖和，你看我穿的还算挺暖和的啊。你看这猫，啊，挺舒展，只要一冷，它就揣着，手揣着啊。这这揣着有一专词儿叫农民揣，农民揣啊。你看我们那个那花飞飞的那铜像，就是、农民揣。你知道农民这揣手是特别有智慧的啊。我今儿是实在这衣服太细，没法给你表演啊。我特别爱农民揣。 过去在农村穿一棉袄，俩手一揣在里头，别提多暖和了啊！城里人不行，城里人智力有问题。城里人冬天光着两条腿，哈，这个冻得哆了哆嗦的，还上街上去，西北风一刮，两条腿拧得跟麻花似的。哎，那城里人都是智力有问题。所以这农民揣是一简单的发明，行之有效。你看这猫啊，猫天一冷来一农民揣就渡过去了，可咱人不行。 人为什么不行啊？很简单啊，咱人没毛啊，这肯定不行啊。天儿一冷就得多穿呐、啊，是吧？还得依靠这取暖设备。过去啊，这老人在屋里一到冬季穿一大棉袄、穿一棉裤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事儿。现在呢，这屋子暖和啊，人就穿少了。现在北京市规定啊，我其他各地的规定我不知道，北京市的规定十八度。 啊，是屋里的取暖标准，低于十八度，你就可以跟这个供暖打招呼了，说我这屋里不够温度了啊。这十八度在过去已经是非常暖和了。十八度什么概念？你肯定棉裤穿不住了。过去冬季这屋里有个十度八度是很正常的。那么冬天它冷能冷的什么样啊？咱们先说最冷的地儿啊，咱们从最冷的地儿往暖和地儿说起。 比如最冷的地儿啊，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的根河市啊，一年一月份啊，一月是最冷的时候，平均气温呢是零下三十点九度啊。这个在零八年前啊，零九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凌晨呢，这个地方最冷的地方啊，测过零下五十八度的极端气温，零下五十八度都不敢想象是什么温度啊。 这成为了中国啊，到目前为止能测到最最冷的地方啊，这是冷极，这个记录到现在没有被打破啊。那么特别冷啊，这个东西会改变物性。我过去在东北就见过啊，一毛巾，你洗完了用完了，你只要往铁丝上一搭，啊，一分钟以后，这毛巾就是硬的。 啊，跟一硬纸板似的。如果你拿手一折它，这毛巾就脆的梆梆、呃、就折成两半，那毛巾就就断成两截儿啊。如果说这毛巾是柔软的，你想把它撕成两截儿没那么容易。可是那么冷的情况下一折，啪，这毛巾就变成两截儿。军用水壶啊，我们那时候冬季，呃，这个行军训练啊，这个军用水壶是不能装满水的，装满水它就会冻死，只能装半壶水。 还得往里兑酒，你不兑酒，它就冻了。那么，它这种物性的改变啊，比如说萝卜，你们没见过那萝卜能冻成什么样？零下三十度以上的时候啊，这萝卜就冻成了一个玻璃球。我们那时候小啊，就恶作剧啊，就捡着这室外冻成的萝卜往墙上扔。 扔过去撞到墙，就跟玻璃一样的，全部碎成渣子。这就是在极端低温下物性的一个改变。我们我在东北啊，这个住过两年。那两年正好是跟这个苏联啊，现在是俄国，当时中苏边境呢有珍宝岛战争啊。那时候中苏的关系非常紧张。我们当时呢，尽管岁数不大啊，还没成年呢，十五六岁。 也天天跟成人一样啊，模拟行军、野战，在低温下睡觉，啊，说在低温下一定要睡着。你知道这个低温能睡觉是一本事啊。我睡过的那个低温啊，最低的低温，就是毛巾往床底下一挂，这毛巾就是硬的，就冻了。睡觉的时候得戴一狗皮帽子，由于你呼出的这个热气啊，这狗皮帽子一圈全部都是白霜。 照样能睡得很香，在被窝里很暖和。我们那时候练习行军的时候呢，这个教练就说啊：“怎么能在低温下睡觉呢？第一，衣服一定要脱掉啊，不能穿着这个外衣，穿着外衣你永远睡不暖和，必须要脱掉。脱掉以后呢，两个人一对儿一对儿的睡啊，一对儿一对儿的睡。你们现在觉得这事儿太可怕了，怎么睡呢？头冲脚，就是。” 两个男孩子啊，我的头冲着对方的脚，这样才能抱紧。两个人头冲头是没法睡觉的，因为有肩膀嘛，所以就会漏风，还会占地儿。所以两个人的铺盖呢，共用一个铺一个盖，衣服大衣全部盖在上头，两个人头冲脚啊，抱着去睡觉。我可告诉你们，那时候没有盥洗条件啊，是在野外。 这脚走了一天以后啊，谁的脚都不是脚了啊，都是一个毒气弹啊，那也能活下来。人在什么时候说什么事儿啊？老人老说啊，人只有享不了的福，没有受不了的罪。你知道这东北啊，最冷的时候刮那大烟泡，什么叫大烟泡啊？就是。 因为东北的雪是不化的，在这个大风下啊，这个刮的雪全带起来，三五米以外就看不见路。很多人啊，就因为大烟炮被冻死在室外。他为什么会冻死在室外呢？因为他认为从我这儿到那儿，我这个路熟的不能再熟了，我天天走这么近的距离，我怎么会找不到那儿呢？你就找不到，你只要敢出去。 你就非常可能冻死在外面。我们当年就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嘛，就冻死了。我们小时候知道的事儿，你比如当时在内蒙古有一个叫龙梅玉荣小姐妹，为了这个羊啊，羊被大大风啊，啊，冬天的这个白毛风给刮的回不来了，所以就为了跟着这羊走，最后把脚都冻冻伤啊，截肢啊，是吧？这个故事，这个后来还编过很多什么连环画啊。 拍过电影啊，等等，啊，这个都是我们那个年月发生的事情啊。过去越冬啊，第一件事就是你穿暖和呗。我们啊一直在说这个物候的变化啊，我们物候真的是包括人。我们同样的温度啊，你春天和冬天这温度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比如十八度，春天刚来的时候，哎呦这天儿真够暖和的。啊。但冬天十八度在屋里呢。 他有人就觉得这屋不够暖和，我认为啊，最好的室内温度就是二十，最多二十二度啊，这是最舒服的。很多人屋里是二十五度、二十七度，我一到这个二十五度以上就燥热不安。过去我是不懂这事儿的，年轻跟岁数大完全感受不一样。你比如说我觉得我儿子就是，哎，他老觉得这屋里不够暖和，其实我觉得这屋里已经很舒服了，他觉得不够暖和。 年轻人都不愿意多穿，我宁肯在屋子里啊，冬季穿一个这个毛衣啊，我也不愿意就穿一背心裤衩那么热着，对吧？你比如我们有一个这个穿衣标准啊，就是你穿不穿秋裤，表现你是不是小资的一个标配啊。很多小资情节的人都不愿意穿秋裤。 比如啊，我们现在啊，就是说你穿不穿秋裤，就是你是否是小资的一个标准。你不穿秋裤，就是你很小资；你穿上秋裤，你就这个不小资了。嗯，这个秋裤啊，我是特愿意穿啊。你先别小看这秋裤啊，我当然我穿这秋裤稍微讲究点，它比较贴身儿啊。你现在你看得见我穿过秋裤吗？我给你看看。 不能轻易让你们看我这秋裤好贵的，这个秋裤你今天觉得它，啊，这个很土，你知道，中国过去皇上都穿不上，要中国古代要有秋裤，那肯定第一波全是给皇上穿，是吧？那穿上多舒服啊，那时候人都是穿布料，是吧？布料它不贴身啊。 啊，我们今天穿羊绒的、羊毛的这些，在过去啊，即便有都比较扎。你知道我小时候这毛线啊，都比较扎，那毛衣不敢贴着身穿，那屋那、这个里头得穿一个比较厚的衬衣。现在这毛衣呢，都特别舒服，它可以光着膀子穿啊，啥事没有。那么这个各地啊，各地这种御寒呢，你比如东北啊，东北的这御寒呢，就是。 你比如这鞋啊，冬天这鞋在东北绝对把脚丫子冻下去啊。这个鞋子外头再穿一大毡子做的鞋，就有一种草啊。东北有三宝嘛，人参、貂皮、乌勒草。这乌勒草啊，保暖性特好，跟头发似的，一团一团的。那么据说啊，它对真菌啊有极强的抑制作用，那就是说它基本贴身使用不会长脚气。 据说这“靰了，这词儿啊，是从满语过来的，是大皮靴的意思啊。我们在东北的时候啊，就穿过这个靰了草，就是穿那个普通的棉鞋，穿一大毡子鞋，那毡子鞋里塞满了靰靰了草，多冷，站在外头，你这脚都没事儿。如果你不穿这样的乌拉草的这靰鞡靴啊，你那脚丫子根本就受不了，一般二十分钟以后就冻透了。那么。 东北的取暖有很简单的一种方式啊，就是火墙，啊火炕，火炕到到华北地区都有。这火墙啊很有意思啊，东北那屋子有时候进去巨热，就是那个火墙。火墙这么老厚，空心的，这烟道呢是来回成这个来回 S 状，一直把烟排出去，所以这火墙特别热。我刚到东北的时候知道一个知识，后来也没法去印证的是什么呢？ 是人告诉我呀、啊，说这火墙上绝对不能在使用期间，就火墙是热的时候不能钉钉子，说一钉钉子就会炸了。那我们也没敢试过啊。这种火墙是东北一般的民居中的一个取暖的保障。再有就是火炕，嗯、这火炕呢，你看东北的火炕啊，一家人就是做一 U 字形啊，这种 U 字形的火炕，全家老少三代都住在上面。为什么都住在这里头呢？ 节省能源呀、啊，所以东北才有了那二人转嘛。你想想，这个这一个 U 型的炕啊，全家人都坐在炕上啊，请俩人进来给你连唱带比划的，所以它就形成了二人转这样一种啊艺术形式。呃，东北的这个大炕啊，我见过特长的能睡几十人的大炕。我们那时候不懂啊，一进屋大家都喜欢往这炕头上睡，这炕头热呀、啊。 其实睡觉最舒服的是炕中间这一段啊，两头都不行，另一头是比较凉，这头烧炕头这一块基本你睡不着啊，太热了，热的你啊，这个这个嘴干舌燥啊，尤其小伙子，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着火力壮，所以小伙子火力壮睡不了这热炕，东北啊。 有各种怪啊，东北各种怪，其中有一怪就叫媳妇儿错穿这个公共鞋，就是因为一家子人都在这个这一大炕上去过日子。猫冬，我住过这种炕啊，这种炕是我们有一年拉练，在东北黑龙江啊，在一个老乡家，就是这种 U 型炕，所有的人、啊、都住在这炕上啊，晚上上厕所得出门，这屋里不能上厕所，这屋里什么都没有。 啊，上厕所上哪儿去？就出门在野地里。你知道这特冷的天出去啊，他不会得病。怎么不会得病呢？只要你没身上没有汗，多冷你出去都不会得病。嗯，室外零下二三十度啊，你就穿一裤衩儿，哎，直接出去撒泡尿。那时候年轻啊，那那尿滋的快，噌一泡出去，赶紧回来又钻被窝，没事儿。 啊，一点事儿没有，第二天该干嘛干嘛，绝对不会把你给冻病了。但是你身上要有汗，一出去就完蛋了。所以，这个这个东北的这猫冬呢，主要都是在这屋里啊。东北的这个娱乐活动就是在冬天啊，这二人转就是这么形成的。因为大家都围着一个炕去生活嘛，所以请两个人在底下啊，呃，一通一通闹，一通表演，这事儿就成了。 我第一次看见《二人转》呢，是一九六九年的大概二三月份，看这知青给我们演这《革命二人转》啊，跳一段舞，叫我是骄阳军师柳啊，那女孩上海知青啊，在东北，上海知青那那女孩还是挺软的啊，在那跳舞，当时印象深刻。那时候我才我算算，我那时候是十四岁啊，十四岁开始有感觉了啊，看那软软的那女孩都有感觉了啊。 这个后来呢，没等我这感觉消失，我就回北京了啊，我就回北京了。嗯，那北京，咱们先说说北京是怎么过冬。北京过去啊，秋天一来啊，享受几天秋高气爽以后啊，一到深秋，先买冬储大白菜啊，冬储大白菜一下来，各家各户就忙活一件事儿，叫装炉子啊，买烟囱啊，平房为主嘛。 安风斗啊，风斗是防止你煤气中毒啊。这个靠煤炉取暖的日子，在北京至少有坚持了有一个世纪啊，一个世纪。我们小时候，我看各家各户到冬天都要生炉子，这生炉子啊，就有一问题，它特别容易产生煤气。这煤气一产生啊，就死人啊，所以每年冬天北京市的这种悲剧都会发生。 我想一想，啊，很少有一年说这一年北京市冬天没有人煤气中毒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啊，每年这冬天啊，死亡到底多少人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敢胡说啊，但是肯定很多。我认识的人里就有煤气中毒的，有的是没有死啊，我认识好几个朋友都煤气中毒过。中毒的时候先是头晕，有的人意识到了煤气中毒，然后就往门口去，但是一起来就摔了。 就往门口爬，说爬到门口，说呢门底下有一缝，吹点氧气，把自个儿给救活了。这个装风斗啊，现在都我估计年轻人都不明白这事儿。这装风斗就是在屋里呢装成一个有斜坡，冲上去能够把屋里的这个热气排出去的这么一个口。你说这屋里好容易烧暖和了，你就给排出去，这不是浪费能源吗？对，没办法，为了活命啊。所以这个北方的这屋子，只要你装了。 煤炉取暖，你就一定要装风斗，要不然就非常的危险。那其实你说北方人老说我这北方冬天太冷了，其实南方人比北方人更更苦啊。南方那个阴冷啊，那个湿冷，北方人根本就不行。你知道啊？你看咱们国家啊，这个地缘广阔啊，南方人啊普遍啊平均比北方人个儿小。你知道为什么个儿小吗？ 就是冬天给弄的。冬天这南方人全蜷缩着啊，自个儿就自个儿抱成一团在被窝里睡觉。你看北方它暖和，它伸展，所以它个儿就长得大。你抱着这睡觉受不了啊！我原来睡觉不会抱着，我有一回上南方呢，就得抱着，不抱着一辈子都睡不热，这被窝里永远是凉的，对吧？我们今天说这凉怕什么呀？我今儿弄一个电热毯不就行了吗？你知道？ 这电热毯过去是没有的，我觉得到了冬季最难挨的这个地方是哪儿呢？我们国家大啊，我说得着说不着的地儿，你们多担待啊。湖北、湖南两湖地区啊，江西、这个安徽啊，就这些地儿啊。你像江苏、浙江，浙江还还好点儿啊，巨冷。 那种阴冷啊，还四川，还有四川啊，四川，四川到了三月份都受不了。嗯，我在四川住过半个月，三月份啊，在那招待所里，把那招待所没人住，我把别人的屋里的被子褥子全拿过来，搁在我那堆着啊，堆成那被窝山，自个儿钻进去，这一宿也是凉的，睡不热。那南方怎么取暖呢？烧炭，烧炭啊，有炭火盆啊，我还是觉得那烧炭很有意思啊，那东西好看啊，古人对这都有描述。 那炭燃烧的时候，那种红色啊，那种暖暖的红，尤其在湿冷的冬天啊，就是让人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嗯、但烧炭有一个坏处，就是它生产煤气啊，所以南方的屋子都四处撒气漏风，所以它就不种煤气。如果你把这屋子堵严了，你肯定种煤气啊。现在有很多人，这个这个这个。 自杀还用烧炭的方法，就是他用这种煤气让你慢慢慢慢昏厥过去，无痛苦的死了。那么古人对这些都是有记载的啊，古人基本上冬天就是烧炭啊。你像那个这个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中呢有这样的记载，他说西凉国呢，进炭百条啊，百条长这个。 尺鱼就是有这么长的大炭，我们现在看的炭一般都这么着，这么粗嘛，它能这么大大炭。炭是青色啊，坚硬如铁啊。那么这种炭呢，它点燃了以后，它是无焰而有光，这说的太有意思了。嗯，我们看火都是有火焰的、啊，所谓的焰就是那个飘忽不定的，那叫火焰。它无焰，只有光啊，那种暖光。他说每条可以烧十日。 我觉得这事儿忒悬了，我有点儿不得信，一个条儿能烧十日。那么，我们最有名的唐诗就是《卖炭翁》了吧？写进中学课本。按照过去的解释呢，就是卖炭的老人这日子有多苦啊，最后靠卖卖炭换这点钱呢，这个却被宫廷里的人呢给抢抢买回去啊，这个半买半抢的回去。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个。 这个一个解释问题啊，我觉得这种解释不大成立。为什么？唐代社会也是个商品社会，哪个社会它也讲价值体现。如果我烧了炭啊，就被这么半抢半买的拿走，不够我的成本，第二年我就不来了，对不对？我最多第二年再来一年，第三年我就不来了。所以这种被宫廷买走的这种说法啊。 强买走的说法呢，我觉得根本不成立啊。我们那句诗是怎么说的呢？半匹红绡一丈绫，系向牛头冲炭直。这句话过去在我们的课本里解释都是说公宫廷那个强买强卖的意思，其实不是。这就是它的价值。你想想，这个烧炭呢、啊、是一个低等级的劳动。我们劳动中分各种等级，对不对？烧炭是低等级的。 这个丝织品呢、啊，这是高等级的劳动，你用一车碳换这一匹绫，这是很公平的一件事儿。你总不能让他拿一车绫换呃一块碳吧？这不这不合适。所以我们去读古诗的时候，还要本着一种非常客观的态度去看它。这个因为啊，这个冬季烧炭取暖呢，就是宫廷中啊引发火灾就特多啊。你比如我们比较近的记载啊。 清代嘉庆二年啊，乾清宫呢就因为这个炭火呢引起了这个火灾，烧毁了宫殿。那时候呢，管烧炭的这个太监呢还被判出了死刑，这这刑判得够重。然后有二十多位这个护卫太监呢都罚俸鞭打啊，就是一边儿的罚你钱，一边儿你还得挨打。那么这是过去烧炭带来的这种灾难啊。然我也想，历史上因为烧炭啊。 一氧化碳中毒，就我们所说的煤气中毒这事儿，屡屡有所发生，就未必进入史籍了。那么古人还有一些啊，就是我认为挺龌龊的一种方法啊。你比如人体取暖啊，你比如这个《开元天宝仪式中还有记载，就是唐玄宗的弟弟啊，齐王啊，李范啊，这个他呢怎么取暖呢？他就是冬天把自个儿冰凉的手啊。 伸进这个侍妾的怀中取暖，这个美其名曰叫“香机暖手”啊，我我我认为啊，这不是去取暖啊，这谁这么取暖那管什么用啊？他就是内心不健康啊，内心很不健康。你看还有这种记载啊，你看杨国忠啊，当时就是一出门就选这个。 身形肥大的这个女的啊，走在前头给她挡风啊，叫遮风抗寒，称之为肉震。如果不是杨国忠智力有问题，就是这写书的人智力有问题啊。这人再胖啊，再壮，再站一排，他就是挡住了 WiFi，他也挡不住这风啊，这不是胡扯吗？这风他会绕道走啊，所以这种古籍上的记载，你得自个儿去分析啊。 那么，古人用各种手段，都会使自己在寒冷的冬天获得一丝丝温暖。